住底层？我不去。底层的通铺空间大，还送早饭呢。要登船你自己去，我扶住底舱，坐下等下一班船吧。贵宾舱桌椅都是聚元石，元气充沛，十方天地灵气汇聚，浓郁的都快化成液体了。不用伺候了，有事儿我叫你。诸位长老怎么来了？不知道进别人船舱前要提前打招呼吗？你不要太过嚣张。一二，我有说过数到三才出手吗？